大家好，我们是今晚银河。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，四种新绿爵，九种新装备登场了啊、哦！那这个活动到12月31日啊、哦，所以各位观众真的要把握一下机会了。哦，有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了四只索尼克的角色，自己去入袋了啊、哦！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前导介绍。好，那我们来赶快来收人哈、哦。哦，这个我们工位真的很多人呢。好，落下雨和眼泪。哦，刷新了，这样我们今天可以全部抄完吗？哇，耶稣！哦，毛利坦呢？一匹米诺夏。我们今天想要把三场都打完呢，可以吗，观众？感觉被虐。今天把三场都打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一次解决，不拖淤泥于带水。哦，弹头博士哦，你看哦，今麦都有人开始在坑那个啥，索尼克的角色啊哦，不简单哦。开始，天哪！我自从喝了某家饮料店的半糖之后，我就觉得三分糖怎么那么难喝啊！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今天已经加珍珠了哦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甜啊，都已经少冰了，所以啊，我觉得大家，你之前喝半糖，然后你现在改三分糖，你就真的会觉得怎么一点都不甜呢、啊？最后一场，金巧麦壳。桑达。黑暗中，黑暗中，谁能够远观？就看不到的灵魂。这一场是好的，伤了伤了无人。哎，我们可以赢哦！每天就好像有了他 M 而已啊，他 M 而已啊。好，全新的赛季哦。已经重置了啊、哦！那因为我们工会很多人的关系啊，所以今天在加嘛，今天其实本来没有想要演示这个的，可是在加嘛好了，看我们工会成员那么多的份子上，来，哦，给我离我上线最幸运的那一个，离我最幸运的那一个，给大家分享哦，好多人抽笔妹、啊。为什么那么多人有笔妹啊？这个怎么打不太赢？See you.